多堅龍艇啊，最高嘅差唔多幾乎就呢個瀑布，呢叫銀河瀑布啊！最高啦，行咗好耐啊，我哋都一層一層，一層層。喺呢度啦，個橋底啦，呢個橋底啦，嗰邊有個亭添。打呢度落翻去啦，有啲好远好深好深，另外系前面一个瀑布桥嚟噶，佢一个瀑布咧就一个桥等啊，啊好特别啊，容易辨认啊。呢个就系源头啦，飞鸿瀑布啦，大约400米到咋。哦，呢个瀑布好靓啊，流啊急。白毛毛，哇，冇得行啦！哇，你睇下，冲落条桥底度，桥底角过嚟呢一边，哇，喺桥底呢边出，好犀利！喺下边个亭嗰度，哇，好靓！哇，呢个就飞鸿瀑布啊，两层啊，呢度楼梯上啊。呢度系兆辉亭嘅人。